自当即起，无才无德，四政失败，并没有做到一个君王的职责，为使任何恩政于万民，却将南越陷入灭顶之灾。祈求历代先王之灵能保佑我，保佑我今日可以率领南越国上上下下臣民同仇敌忾，打退妖兵，渡过此次的难关。你自身难保，还想救整个南越国？嗯？你率领妖兵攻打自己的家园，你枉为南越王室子孙。南越王室不是早就把我除名了吗？你躲在暗处偷袭本王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啊？如今我率领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，破城就在今朝。如果你真是个男子汉的话，就跟我决斗，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南越王。好，今天就跟你做个了断。属下杀害戎狄。